九打野节奏分析，张学友。本场比赛是斗鱼第一男枪张学友在钻石分段的一场排位比赛，同样为大家分析他在前期的打野节奏。男枪符文选择了精密加巫术，主系点出迅捷步伐，副系迅捷加水上行走，这套符文刷野快，游走能力强，是当前版本男枪最主流的符文。男枪出门藏到了红 buff 槽里，准备红开，盲僧在下路出现，表示他会自家红开，不会来烦。红 buff 快要刷新，男枪示意上路不用帮忙，如果瑞文帮忙打上线满，而且不是满状态，敌方就会看到男枪是红开，就有可能推测出他之后的刷野路线，所以男枪选择了单人 solo 红 buff。 打了四只小鸟之后再刷河蟹，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，现在三组野怪升不到三级，但是只差一点经验，如果有 AOE 能力可以打几只小鸟，再算上三组野怪的经验，正好可以到三。打完河蟹之后看一眼上路，此时一大波兵线压到塔下，瑞文还没到两级，千万不能去抓，红 buff 在手可以入侵野区。此时盲僧打完了蓝 buff 与蛤蟆，打开属性面板，盲僧只有八个补刀，证明他是蓝开，那么红 buff 还在，出门肯定会先打红，之后在中下两路游走，所以男枪直接来了下路控视野，打掉下路河蟹后没有着急打蓝 buff， 而是蹲到了下路草丛反蹲盲僧，因为下路兵线靠近敌方，盲僧打完红必来，盲僧果然出现，直接一套连招胡脸交出闪现，拿下盲僧人头，再追击双人组，这一波直接拿了三个人头，再推一波兵线啊！因为敌方三人阵亡，不会有人来清线，这波兵全部被塔吃掉，下一波又会卡在中间，这种兵线对发育是极为有利的。此时下路河蟹刷新，视野中看到盲僧要去上路，那下路必然不会有人支援，可以gank刷掉河蟹，果断游走下路抓死女警，因为盲僧不在，所以直接绕后越塔再杀辅助，之后刻意绕了一圈蹲到草里等女警上线，这也是打野的常用套路，如果下路双人组不是同时回家，出门往往会落单，而且兵线过不来，就可以直接断兵线gank。我们在草里蹲着，很多时候都能有收获，女警虽然意识到了做了视野，但成功让下路拿到了医学塔，下路拆完有野就反野，没野就转中路，下半野区刷完与盲僧狭路相逢，他身上带着红 buff， 那下半野区就没有必要反了，而且他的走位偏上，肯定要支援上路，此时下路换线去上路拆塔带节奏，盲僧也去支援，所以男枪也去了上路，双方直接爆发了一波4v4团战，由于支援及时，装备领先，所以打了一波一换四，拿掉上路二塔，之后装备碾压的男枪几乎为所欲为，疯狂入侵，把盲僧的野区彻底反烂，大家可以看到男枪的补刀极为恐怖，15分钟不到就强势越高地杀人，虽然最后在泉水浪了一波啊，不过还是轻松赢下了比赛，这把比赛前期处理几乎完美，先单人 solo 红 buff 保证自己的开局，之后入侵野区确定盲僧的刷野路线，下路的一波反蹲对面直接开花，之后的几次gank节奏也带得飞起，反观盲僧只是因为错误的选择了蓝开，之后就一直被男枪牵着鼻子走，野区资源被疯狂压制，打到最后几乎毫无作为，大家可以看到仅仅是二级入侵了一波野区，不仅没拿到人头，连野怪都没有反掉一组，但之后对盲僧的动向却可以了如指掌，男枪在野区的统治力相当恐怖，我们玩打野时一定要多注意敌方打野的位置，根据位置及补刀情况就能大致算出他的刷野路线，那么我们在野区就可以占据主动。